好，谢谢哈。不会吧 ？U bike 哈是这样的，其实我们那个树荫还是不够多的，所以说有时候在路口还是阳光蛮大的。另外一个就是说，我们是骑7点到7点半还可以，如果到8点那个空污还是太严重了，所以这个 U bike 还是。这只是开端的，让台北成为一个比较文明的城市哈。比方说，降低空污量，这些很多东西要一步一步去做的。是等到接下来会继续骑吗？不是好骑的，是还可以骑的，但很多还是很多缺点。像那个信义路那个是本来就人行道，只是把它画上那个自行车的那个道而已。所以它基本上原来那个材质不是为了自行车道设计的，所以骑起来当然震动比较大。是等到接下来会继续骑吗？应该还会啦，这个大概我们看看啦，如果时间上可以，而且这个环保兼运动还省钱呢，所以明天呢？明天我要看看行程了。我有时候如果早上没有行程，我们就好，谢谢，好，谢谢。我今天突然想要骑脚踏车上班。那我以前就那这本来就有这个计划，因为也没有什么时候运动，你知道，干脆就骑脚踏车兼运动。好 ，OK， 谢谢。